啊，确定。还好朕已经这个存了一个档啊，这个朕直接去京城的郊外，然后云糊涂走私商量18万刀，十八万把五刀啊，购买了。朕要去一下京城的这个怡红院找一下乐子啊，找汪西，这位美人朕比较喜欢，谢谢 CEO 送的7左右的荧光棒，夜深了，应该回宫了，紫辰殿，养心殿吧，睡一整天。启奏皇上，妃子才艺大赛啊，才艺大赛，这个来个插花比赛吧，耶律寒香，萧逸如啊，奖一箱银子，给你银子，然后宣政殿。吏部尚书开个科举考试，搞一下人才，各地方针，智能建设一下，全部建设。然后这个工部制造武器、铠甲、火炮、战马啊，来点战马。然后这个军部加强训练。看看我的这个建造地方校赏，长城，一共有142名工匠。我这长城你修了10年，进度才2%，全部处死。作战一炉，来一个新建宫殿，到时候也可以新建一个宫殿呢，对吧？这个兵部尚书，看看吏部尚书吧，看看朕的这个所有的官员吧，自动全部晋升一下，然后兵部调兵遣将，然后比目鱼大将军啊，行动到这个高丽啊，我们要打高丽，还有这个关羽大将军啊，行动到这里，把高丽给他打一打吧。突波打不打突波？因为这个突波他真是逼我呀。突波这个狗东西怎么说呢？这个本来朕不想跟他打架，但是呢，他逼天天每天都要逼迫朕啊，都要逼迫朕，然后搞得我的这个小公主啊，也嫁给了他们。这个外交贸易一下啊，算了，不用外交了，我们退朝，无视退朝，看一下考试结果啊。柯震东啊，不是柯震东，看错了，无人入榜。下旬这个朕要去一下这个紫禁城的郊外，看看这个云糊涂有没有商人啊。没有商人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去紫禁城的后宫吴秀姑推荐的美人，长得哇好漂亮哦，但是他吃包子，这个不行，一看就是个吃货，吃货不能收，因为收了吃货之后你把我的东西全吃了，那谁跟我吃啊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会跟我抢吃的，不要他。哇，这个董寒秋怀孕了，端木金、萧逸如、萧安思啊、耶律，我们搞一搞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老婆吧，这个是成吉思汗的老婆，恭迎皇上。哎呀，临幸一下，这个经过一晚的翻云覆雨之后，我们再宣政。哇，自从我的这个户部尚书是段志兴之后，这个非常强大啊，有钱的要死啊。然后再调查一下户口，调查户口普查。50000平民百姓流离失所，然后这个调兵遣将，我看一下啊，关羽大将军进攻这个琉球，比目鱼大将军进攻高丽，高丽、琉球、安南全部拿下啊，全部给拿下。这个等会马上就要打波斯了啊，朕要一统天下，千秋万载啊，千秋万载。这个刑部，刑部的话，这个我就先不调了啊，这个在。工匠的话我可以多招募招募啊，再招募点工匠吧，招募多少呢？招募个这个20万工匠啊，招募20万工匠给朕打工啊，给朕打工，因为不给朕打工朕要把他处死，那肯定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加强训练，看看奏折啊，没有奏折，奏折都没有啊。赵山，哎呀，这没有什么人才，全是垃圾，全部处死，午门斩首。秋上旬啊，我们去一下京城，去了京城，然后这个一品楼看一下，包打听看看这个他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啊。两位人才，一个是两个
大家才子，人落榜书生，大家才子吧，这是徐豪，考一下他的道德。只有三贼土匪会这么说，道德那么低下，滚，处死，这个证不要。证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嘛，对不对？去一下西殿的这个青炉房，看看证的这个丹药炼得怎么样了。这个丹药嘛，硬化香蕉是什么东西？太监吃一下，这不是吃的吧？啊，对成年男子有女，成年男子女子有催情的功效，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吃一下硬香蕉啊！催完情之后，我要这个夜遇使女枪不倒，征战我的这个后宫。朕要亲自炼药，高僧色厉，五彩雪莲啊，炼制，再增加这个炼药的经费，快点给我炼。然后去一下这个后宫，然后翻牌子，皇上吉祥，许银霜刚礼佛回来，灵性，起驾回宫。哎，今天晚上，我可以说这个，只要搞谁就能怀孕，啊，我找一个，哎呀，这个孙倩，怎么说呢？搞了她11次，她就是不怀孕，都33岁了。哎呀，这个你是不怕朕把你打入冷宫啊？真很残暴的。端木精，方洁美生病了，生病了不管他们，耶律寒香照顾一下。皇上，金人耶律，敬皇上节哀。哇，我这位美人死了吗？我这位美人陪朕十几年，就这么死了吗？哇，美人呐，朕的美人，朕的爱妃。算了，不管，先不管爱妃了。臣有事启奏，弹劾知府诽谤国耻为由，这是诬告啊，怎么办呢？知府抄家36000，解除官职抄家。哇，这不是贪官呐，只有贪官这个才有钱啊，他穷得要死。这个我找找啊，我看一下，忠臣道德不能太低。这个郭海换成这个关心，鲁直，然后兵部尚书调兵遣将，然后那个比目鱼将军攻击高丽，然后这边的攻击琉球啊，进攻，然后高丽跟琉球我们可能说不定可以找到这个大长今啊，大长今，快速建设，智能建设一下，然后资金全部扶持，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人呢这个统一民心吧，统一民心。我等会看看民心比较低的地方啊，等会我要。啊，朕要去巡游一番，卫生设施，宗人府，新建一个宫殿吧，给朕新建一个宫殿啊，陵寝，天牢，大佛窟啊，再建个大佛窟，牛逼啊，牛逼，礼部尚书就不用管了，退朝，哎呀，这个人都不行，罗成，我居然没有搜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叫罗成嘛，对吧？没有关系。去一下这个朕的习武场练习一下武功啊，然后再去这个后宫礼佛回来啊，跟他聊一会啊，去朕的后宫看看重阳宫的这个公主啊，查看一下公主，远嫁丽彩一梦公主啊，耶律寒香他的子女，看一下，我把她嫁给了关羽啊，啊，他有个女儿2岁了，叫段星。三公主，这位公主，下凡公主召见一下。宠爱增加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位公主给他们嫁了啊，等一下，先去那个后宫的储秀宫，给朕推荐的美人。哎呀，这位美人张丹秋不错，收入后宫，这个朕喜欢。看看关羽大将军这个打高丽怎么样？哎，对面毫无招架之力啊！我高丽直接灭，比目鱼高丽直接灭，灭了高丽，灭完了。高丽士兵留在国内，58万两纹银获得珍宝。公主下凡已经成年，公主雨夜没人照顾啊！过继，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啊。朕要去巡游一番啊，去一下国库。哇，我国库好有钱啊，高丽已经灭国，拨款安民，犒赏，80万两犒赏。
开个科举考试，各地方针调一下。谢谢疯子送的六六，大保健。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继续调兵遣将，让大将军进攻这个安南，然后关羽大将军继续进攻琉球。80万铁骑征战天下也，看看还有人才吗？还有没有人才？这些东西，这些人，哎，好垃圾，不行不行，咱们去紫神殿浩荡巡游一番。去巡游哪呢？看民心比较低的，哇，民心都100多呀，天命所归啊，天命所归啊，啊，这个我们去那个吉尔，去吉尔巡游，民心提升，体力不支了，这样我们会累死的啊，一定不能让自己累死啊，睡一整天，睡一整天。这个琉球还在顽抗。面对我们关羽大将军，好消息，董韩秋生了一个皇子，资金协助。哇，我炼丹炼了一个大还丹呐、啊，炼了一个大还丹，去一下宣政厅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！开个各地方针吧，每个工匠给他们投资投资吧，给他们投资投资。这个朕也不是昏君啊，这个再攻打一下琉球，李沐玉再攻打一下安南，这几个国家全灭。等会打波斯打罗马啊，波斯灭掉之后，波斯应该是实力很强劲的一个国家啊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要打他们了，所以要礼部啊这个索要，找这个印度要东西，不给我就打。进攻了稀有材料，还有波斯西夏这几个国家我都要灭掉。进攻了13万两纹银，纹银我已经其实已经可以不要了啊，制造一点这个武器。来，再造点战马，再造点战马，牛逼了！退朝，越狱已经越过了，明天继续越第二监狱。亲子，然后朕再去那个巡游，再去巡游，说不定能遇到这个外面的爱妃呢，对吧？这个是土库巡游，明星提升，再去一下朕的后宫储秀宫，推荐点美人。哎呀！周琼手工杀有，还有刀疤有，没有痣，武艺不会跳舞，不会跳舞那不要你。哦，关羽大将军已经灭了琉球了，留在国内。55万纹银，安南一个回合，哇，好强啊！80万铁骑又灭了一个国家。抓到敌方将领方国，如何处理？方国这个处使，留在国内。60万两纹银，启奏皇上。啊，全国民心增加，哇，民心越来越高，天命所归啊！这乃天命所归啊！越来越有钱了，琉球已经灭亡，安南已经灭亡，拨款，犒赏。这个户部这个各地方针调设一下，兵部调兵遣将，然后攻击这个印度跟这个，看啊，攻击印度跟哪里？行动，印度跟西夏，接下来印度呢？印度是顶不住我的，印度肯定是顶不住我。军部继续加强训练，然后工部呢制造一点武器，火炮啊，来点火炮要加紧制造，然后安排建造什么呢？建造一个这个地方校场，6级，新建宫殿，可以增加一点宫殿，陵寝，增加一些，这个这个不见了，关系台，来个关系台吧，啊，毕竟要找点乐子，不然朕跟朕的爱妃去哪里找乐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春上旬，我们可以去这个京城去找那个包打听了啊，找包打听找一找。有三位啊，民间文豪、诗人跟镖局镖师，啊，镖局镖师吧，考一下他的武学，只能给个及格啊，那不要。啊，这一个人才都没有啊，啊，一个人才都没有。去一下这个怡红院搞一下，哇，这个不错，唐丽莹。朕要去后宫这个宠幸一下我的这个萧安思，皇上，我要让她当皇后。哇，意外事件，岱山，
岱山以鞭打奴婢为由打压这个吴菊荣，吴菊荣鞭打奴婢啊，啊，鞭打奴婢，等会朕来鞭打你，我让他知道错，放在那做，安南有异常，啊，安南有异常，安南有异常，我们就要调换一个这个我们的知府了啊，可能是知府有问题，啊，知府安南，安南知府，我看一下，安南知府是谁？安南，安南知府道德58，给他换了，换萧超吧，萧超道德64的，给他换了先，免得他要造反啊，这个造反是肯定不行的。然后这个户部尚书各地方针全部资金建设，我要全国的民心提高啊，提高民心，在智能建设 OK 搞定。这样的话兵部调兵遣将，进攻这个大理啊，进攻大理，然后这个关羽大将军进攻这个西夏啊，进攻这个西夏 OK 搞定了。然后再开个科举考试，开个科举考试，看一下我的官员啊，我的官员这个岳乐苏东坡，苏东坡是我的工部尚书啊，工部尚书，我要把苏东坡给他调成啊，杜如晦，杜如晦丞相也可以，好吧，慢慢来吧。兵部尚书我要给他换一换了，兵部尚书一定要换一换了，这个比较垃圾啊，不是什么人才，我们要的就是人才。征召士兵，征召士兵多少万呢？征召士兵50万，50万士兵啊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啊，大将军才行。这个人品都不怎么样啊，这个智力也低下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要了。去一下朕的后宫。哎呀，张丹秋这个不错，搞一下搞一下，快乐增加，快乐增加。再去一下储秀宫，推荐一个美人。嗯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朕不喜欢。去睡一天吧，啊，都是一些庸脂俗粉，搞得朕好忧郁，搞得朕好忧郁啊。啊，西夏已经灭了，祭祀啊，我还没有祭祀，忘记了，留在国内。30万两。我直接灭，哇，牛逼！比目鱼牛逼！哇，搞到一个这个印度的妃子啊，叫这个洛奇兰，该如何处置啊？这个收入后宫吧，给他收入后宫。哎，呜呜呜呜呜，还哭啊？哭也没有用。启禀皇上。哭也没有用。皇子，这个给他过继一下，给他过继资金协助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好了，然后正在上个朝，正在上个朝。西夏已经灭国啊，拨款安民，犒赏犒赏犒赏，你们有功。这个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开科举，开个祭祀啊，祭祀，一年的风调雨顺啊，风调雨顺，各地方针建设一下。其实现在建不建设已经无所屌味了啊，因为朕已经那么强大了。再来点这个刀，刀来个20万。来个20万刀，建造一点东西，颐和园啊，建造一个颐和园，朕已经可以安享天年了。等朕一统天下之后，大势所归啊。OK， 退朝啊，退朝。朕要去朕的后宫啊，金龙殿。这个病了，病了给你摘牌，动不动就生病，真的是。身为朕的爱妃，怎么可能这样呢？唐诗然。啊，打入冷宫，打入冷宫，生病就给你打入冷宫。臣妾哪里做错了？没有做错，我不需要你做错。嗯，这位美女啊，臣妾，朕临幸一下，爱妃平身。臣妾为皇上跳支舞如何？哇，跳了一个美人鱼。哎呀，这么讨朕喜欢吗？这么讨朕喜欢，我要再搞你一下。哎，这位妃子是印度妃子啊，看一下她的这个。这个简介啊，简介啊，是这个啊，清代嘉庆年间女诗人啊，女诗人啊，啊，女诗人，是吴菊，搞一下诗人，搞一下诗人。皇上，好消息！哇，诗人有喜了，诗人有喜了。皇子伯壮好可怜啊，给他过继啊，天天就给你过继啊，你过继了两个皇子了，你还要皇子啊啊，是不是？他经验100多，他有经验。什么？
啊，等会我把他打入冷宫，他竟然不是处置之身，朕不要他，各地方针。他有那么高的经验啊，那么高的经验那不行，朕不喜欢有经验的。那亲子大赦天下啊，大赦天下不用，这个调兵遣将继续攻打，继续攻。我要把印度这个给灭国了，然后无事退朝。退朝。谢艾跟这个于崇亮。于崇亮，这个谢艾是谁啊？啊，这个人品啊，文科武科都很高啊，啊，这几个人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啊。等一下啊，我先去后宫处理一下这些。呀，她怀孕了，这个怀孕了，她这个就有点，哎呀，家族。嗯，算了，朕饶他一马，再去一下那个闲逛一下，郊外云糊涂看一下，没有走石上人。这个后宫，重阳宫，哎，重阳宫现在没人了，本来想看看皇子，哎，这位美女啊，不喜欢这样的。绿了，哎，绿了就绿了嘛，哎呀，大姐好好对，对不对？无所谓嘛，都已经是老婆了，也在国内，获得韩服，哦，又灭了，我马上要这个一统印度了，马上一统印度了，拨款安宁，犒赏三军，全部投资一下。在兵部调兵遣将，这个进攻这个孟买，关羽大将军继续进攻这个薄绿，这个武器制造，再来点战马跟火炮，来点火炮，每天都要做，火炮是不高的，炮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秦桧，我操，秦桧啊，秦桧不要。这个邱上旬啊，去一下这个一品楼啊，包大厅，米氏商人，考考他的道德，算是有良心吧。啊，这个不要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对吧？去一下朕的后宫，储秀宫推荐点美人，这位美女啊，不行，不要，朕看不上。哎呀，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啊！收入后宫，有一种青春的感觉，真喜欢，留在国内。这个比目鱼这个野心比较大啊，所以说我要把我的公主许配给他啊，这个处使，看看能不能随到曹操啊？要是这个。我有曹操的话，那就好了。拨款安民，关羽大将军啊，开个科举考试。哎，今天我要这个把我的公主给她嫁出去吧。今天就把朕的公主给她嫁出去，造点火炮。OK， 朕好像国库又开始空虚了啊！朕的国库不能空虚啊，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印度啊就被我灭掉了。我发现我是越来越牛逼了。户口普查一下，全国30000名百姓流离失所。这个加强训练。退朝。好了，朕再去朕的这个，先巡游一番吧，啊，算了，先不巡游了啊，巡游一番。巡游一番，浩荡巡游，巡游哪个国家呢？看看这个民心啊，民心比较低，66啊，66巡游，薄绿。好了，张苞是张飞的儿子，后宫，看看重阳宫，子女都休息了。哎呀，这子女睡那么早，小心父皇打你们。
父皇等会去教育一下这个一些教传授一下那些公主经验啊，等会去传授公主经验去。大获全胜，留在国内。启禀皇上，启禀皇子资质测试，看哪一位皇子最牛逼啊？伯壮，啊，伯壮奖励他的母亲，奖励他的母亲，皆大欢喜啊，皆大欢喜。这个去一下宣政厅。天竺被攻破，兵部尚书调兵遣将啊，继续进攻德里。这个关羽大将军可以行动一下了，行动到这里 ，yes。东部武器制造火炮，搞定。开个科举考试，继续加强训练。官员封爵，自动晋升。好，不是退朝。正要去后宫看看我的子女，重阳宫，看看我的这个皇子啊，公主啊，伯明，17岁伯明啊，不错，很帅。看看他的皇妃，嗯，皇妃很漂亮，父皇很喜欢啊，父皇很喜欢。这个看看他的小妾，哎呀，没有小妾那很专一嘛，很专一。那我就把你太傅是马谡，啊，这个生母是王柳轩啊，王柳轩好像被我打入冷宫了。但是母亲是萧安思啊，萧安思还不错，我喜欢。这个封王外封立储啊，立储的话就是立太子啊，这个再考虑一下吧。这个继永王吧，继永王给你来个继永王啊，不错不错。这个皇子伯壮，姿势比较好，哇伯壮哇，这不错，很霸气的样子吧？啊，看看我的公主，看看我的公主，下凡公主。嗯，这么漂亮，四公主这么漂亮吗？我已经把三公主嫁给了关羽啊，这个三公主是我关羽的人，一梦公主，嗯，还生了这个两个啊，夫君啊，嫁给了段志兴啊，大理镇南王啊，这个南帝北丐啊，南帝北丐，我去，这个下凡公主这么漂亮，我就召见一下，让我自己，哎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自己先倾泻一番嘛，好吧，倾泻了一番。然后明天我再考虑一下，再把她嫁给谁，啊，提高一下这些大臣对我的忠诚度啊。这个储秀宫推荐一个美人，这位美人啊，不要啊，不要，嗯，我看了半天啊，看了半天，真不喜欢。抓到一个将军，出色的将军，叫奥朗泽布，知道了啊，这个不要。什么奥朗泽布？没听说过。民心全部增加，民心越来越高，正要一统天下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密报德里有异常，德里有异常，印度公主真如在战乱中。在印度的公主，我操，我的妹子！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被战乱打死啊！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德里有异常，德里这个开给朕换一个吧，换一个官员吧，德里知府是很重要的，德里是吗？道德43，道德垃圾，换这个他吧，可以，德里，然后官员封爵，自动晋升，调换官员，高丽知府换成谢爱，不行，这个谢爱我要重用，谢爱是这个名臣名将啊，名臣名将，谢爱的话我给他调成那个兵部尚书谢爱 ，OK， 搞定，再制造一点火炮，调兵遣将。然后现在开始这个进攻突破。退朝。好了，再搞一搞朕的公主啊，看一下朕的公主，查看公主，这个公主真的美啊，朕已经宠爱了一番，
宠爱了一番，再把他送给谁呢？下凡公主，许配给大臣，许配给苏东坡、谢艾、杜如晦。看看啊，这个苏东坡好像对我不是很忠诚呢、啊。这个还是工部尚书。杜如晦是国公，49岁了。这个杜如晦快死了吧？这个杜如晦，比目鱼在外面打仗呢，就不用许配给他了。我不会让比目鱼回来的。他野心有99，野心太高了，他要刺死我怎么办？这个林茂的野心也有点高，我怕他刺杀我呀。中央将军林茂野心73，再这样搞下去的话，朕可能会被刺杀。不行，朕不能被刺杀，朕乃天命所归啊！这个嫁给苏东坡，下凡嫁给苏东坡，休苏东坡，女儿全听父皇安排。哎，闲聊了一下，可以的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歌颂公主啊，李晨啊，李晨，然后这个查看皇子，皇子这个探望一下，看看皇子，宠爱提升，行了，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前朝，去练一下武功吧。再不练武功的话，我感觉我要被刺杀了。我的武术并不是非常的高啊，西殿习武场，习武，习武。三殿皇上坐战衣炉，公主贤秀好可怜，来过继过继。小皇子博士近日好像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意外事件，行为不检，唯有打压贵人萧安思。萧安思，臣妾冤枉，这是证据，您很生气。竟敢怼朕的爱妃，那个我的爱妃可是范冰冰，我要把你打入天牢。你废了，你废了。朕的爱妃只有朕能说，你不能说。谢谢我们的 King 韩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！谢谢。你已经废了。好的，等着。这个比目鱼将军吧，比目鱼将军打这里，然后关羽的话从那边打，从这边打，从这边打过去。竟敢动朕的范冰冰！可以可以。退朝。盖岩是谁啊？盖岩啊，尚可湖、盖岩两个历史人物，只要是蓝色的字都是历史人物，都收着吧，人品都不错，把他们这个调去当我的官员，或者当知府也可以，体力不支了。后宫我先把他打入天牢，我不管，打入冷宫，打入冷宫。臣妾哪里做错了？你没有做错。来，临幸一下，临幸一下我的爱妃，我的爱妃受苦了，爱妃受苦了呀。养心殿睡一整天。萧炎，萧炎吗？哎呀，我去，捕获一个这个吐蕃的妃子啊，赛马嘎，赛马嘎，赛马嘎，经验129，哎呀，成熟。这个是送赞甘布的妹妹嫁给了象雄王，象雄王宠爱另一个妃子啊，冷淡赛马哈，最后象雄被送赞甘布灭了啊，这个收入后宫啊，收入后宫，这个敌将，敌将处死，处死，敌将处死，我对男人不感兴趣。皇上，好消息，添了一名公主啊，添了一名公主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炎帝，拨款号召。这个看看这个我的官员调换一下啊，官员调换一下。这个野心比较高的啊，这个刑部尚书就给他换一换吧。这个刑部尚书你要杀我呀，野心比较高的换成盖炎。官员封爵，调换官员，野心70多，十贵，十贵，我操！刑部尚书野心太高了，你的野心太高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再这样待下去，朕不被你杀了。国律知府，知府的话只要道德高就可以，只要道德高就可以了，十贵 ，OK。
行了，这个兵部尚书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这个安西楼兰。朕赶紧要去看看朕那位妃子啊，看看朕那位妃子，我都没有去包大厅了，包大厅都搞不到人才。先洗个舞，然后这个浑身流点汗啊，流点汗，流完汗之后呢，再去搞我那位这个妃子。谢谢我们的傅流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！谢谢傅流。去一下西殿习武场，习武场，前朝，后宫，金龙殿，赛马嘎，临幸一下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萨里耶，萨里耶。哇，比目鱼真强，一个回合全杀。我的天，我们只死几百个士兵。敬皇上吉安。哇，博士重病夭折了。启禀皇上。看来朕要再派一位这个大将军，然后出去这个打架了，打仗了啊。两位将军看来不行。两位将军看来打的这个有点慢啊，打的有点慢。各地方针建设一下。组成这个军团，组成军团，然后林茂，林茂野心很大，野心很大。林茂出兵这个80万，出兵80万，80万铠甲、战马跟火炮，铠甲、战马、火炮不够啊，火炮不够的话，再等一等吧。啊，武器制造，铠甲、战马、火炮不够，开个科举考试。军部继续训练啊，继续训练。没有什么人才啊啊，没有什么人才，朕再去搞搞后宫妃子吧。这位妃子临幸一下，临幸一下，搞搞你，搞搞你，把他们全部都搞怀孕啊，全部都搞怀孕。推荐一个美人，这位美人好像不是很漂亮，推荐美人。嗯，不行，不要。启奏皇上。不要不要。地方校场。资金协助。啊？什么？打压选士韩董韩秋，臣妾冤枉啊，这是证据。行为不检，董韩秋啊，都是美人啊，朕就不管了，都是美人，两个都是美人的话，我两个都不怪啊，两个都不怪，怪他们干嘛呢？对不对？都是朕的心肝宝贝啊，心肝宝贝。然后这个比目鱼大将军进攻西安，战乱后，哇，朕要一统天下了，看到没有？给你们看一下朕的国家。这个朕的这个地图情报，只有波斯跟罗马，只有波斯跟罗马没有灭了，其他国家全灭啊，全灭。哇，朕好强，朕真的好强啊，朕好强。再看看我的后宫的这个公主啊，公主，看公子长大了没有啊。来，下凡公主。哎呀，下凡公主真漂亮，哎呀，真漂亮啊。朕都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。我要去那个这个看看我的丹药炼的怎么样了。延年益寿丹，太监试用一下。非常难得罕见延年益寿啊，来自己服用。碧灵丹素运汤。素运汤，太监试用。半个时间之后喝完感觉肚子不舒服。可能是有某种作用吧。赐于妃旨，赐于妃旨，不行，我不能赐于妃旨。我等会在储秀宫搞一个，等会在储秀宫，然后呢推荐点美人，如果有男人的话，我让男人怀孕，我不能让女人怀孕，女人怀孕没有意识。我们看一下安胎药啊，给这个妃子来个安胎药吧，看哪个怀有身孕的啊。这个，我取一群废物，居然都没有身孕，是朕不行还是你们不行呢？啊，紫苏丹、华生丹，好，我要朕要搞一下男宠，等一下去前朝后宫，给关羽补兵，可以，等会这个给关羽补点兵吧，关羽的这个兵力啊，这个有点弱，这个。朕要去储秀宫刷点美人，刷一点美人，看能不能刷出来。给我个貂蝉也好啊，给我个貂蝉也好。
这三位美人都不怎么样。关羽的兵马是57万轻兵轻骑兵，我们让关羽这个班师回朝，然后再带80万铁骑回来。启禀皇上，神机锁，让关羽班师回朝吧。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犒赏犒赏，比目鱼犒赏。这个，算了算了，不用班师回朝了，直接补兵，组建军团。让关羽的这个儿子出兵吧，出兵这个，出兵40万，出兵40万，40万这个铁骑，40万铁骑，然后行动到关羽这里，给他补兵。然后这个比目鱼大将军进攻波斯啊，开始进攻波斯了。现在进攻波斯的话，这边上面可能需要防守一下，不然可能会被波斯打回来。波斯很强，波斯真的很强。然后武器制造，火炮、战马等等，然后再建造一点这个东西。点将台现在还没建完。卫生设施、太庙、神机所、宗人府、百草园、关系台也来一个吧。这个太庙，这个就不需要了。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各地方针调一下，给公主吃春药。哎呀，你们呢，太懂我的心思了，太懂我的心思了。我也调一调，给人调个春药，给公主一喝。等会我再招针一下，然后两个人面红耳赤，啊，内心的恶魔在搏斗。等会我再搞一搞。退朝。董振呢？董振呢？这个人品不错，67。但是在搞之前呢，我要这个把公主全部慢慢的搞长大，啊，这个皇子我是不管了。皇子的话，如果他们不错，长得帅的话，我也给他们提一提啊。这个去朕的这个后宫，朕的后宫储秀宫，我先推荐点美人吧。这些美人不怎么样，哎，这些美人都是庸脂俗粉，庸脂俗粉呐、啊，这很让朕讨厌呐、啊。我一个回合两，我波斯这么强吗？皇上节哀。这么多国家已经开始蝗灾了吗？啊，这还得了？去一下宣政殿。等会我搞点春药给公主喝一喝啊！我等会亲自炼药啊，朕亲自炼药，亲自炼药给他们搞一搞。行动，兵员补充80万，80万兵马进攻，进攻，军队加强，然后再区区朕的这个。对，炼丹炉、炼丹房、炼丹房，搞一个春药，搞一个春药给公主吃一吃，搞一个春药。你看药贵啊，速运丹，这个速运丹不能给他吃，速运丹这个没有用，春药才行。来，朕要亲自炼一下，亲自炼药，赤火金蝉，不化成水，千年身亡。五彩雪莲跟龙岩麝香，透光灵芝，炼制啊，炼制，这个增加这个炼药的经费，再增加一点经费，再去朕的后宫这个宠幸几个美人翻牌子吧，每一位都是美人。恭迎皇上。赛马嘎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嗯，这位爱妃我已经不想要了。吴菊荣，哎，没有体力了，朕要这个休息一下，睡一整天，恢复体力才行。哇！捕获一名妃子，洛该如何处置？啊，看一下，17岁，哇，17岁，你的经验就199啊，啊。我去，来收入后宫，来搞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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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朕要让你当皇后啊！朕要让你当皇后，这个洛啊，不错。皇上，好消息！皇上，好消息！赛马嘎有喜了。
参见皇上，启奏皇上，皇民心全部增加，漂亮漂亮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宣政庭，吾皇万岁万岁。吐蕃已经灭亡，吐蕃公主文丹，文丹在战乱中战死，哇，我的公主居然被战死了，这就焦灼了。吏部尚书开个科举考试，各地方针调一下。OK OK， 户口普查，流离失所六万平民流离失所，这可不行。这个组建军团，现在不用组建军团，调兵遣将，关羽大将军行动，然后到这里哈萨，然后这边比目鱼将军从这边攻打，调兵遣将嘛，毕竟加强一下这个训练吧，加强一下训练。祭祀，哦，祭祀，等一下祭祀吧。怎么没有令狐冲啊？没有令狐冲给阵呢、啊？没有令狐冲，这个阵真的是太焦灼了。啊，去一下这个西殿的这个青炉房啊，去青炉房，看一下药柜，开制丸，开制丸自己使用一下，感觉脑子清晰了。开制丸，这些增加智力的，增加经费，赶紧给朕搞点春药，朕要搞一下公主。前朝啊，不要他。冬季上旬，然后这个咱们去一下朕的后宫，看一下重阳宫的这个我的皇子啊、公主啊都怎么样了啊？伯明啊，这位这个二皇子啊，大皇子已经死了，查看公主啊，公主我查看一下都。哎呀，不行，等会我搞点春药，吃点春药给你，然后再召见储秀宫。这储秀宫没有男人吗？啊，来点。这个不行啊，对，我还有美人没搞，那个洛美人，盖斯，哇，这个波斯好强啊。这波斯，进步，继续进攻龟兹，到这里，直接开个祭祀，退朝，去一下朕的后宫，洛，美人呐，皇上吉祥，再来一下，怀孕了。哎呀，看来朕还是很牛逼的嘛，朕如此之牛逼吗？朕啊，小龙女我也不要。看看比目鱼能不能再给朕来点爱妃。启奏皇上，皇上好消息。有了身孕，皇上好消息。三年一次，我还没有皇后，没有立后，我是让哪一位当皇后？让范冰冰当我的皇后吧，让范冰冰当皇后好了。还是这个皇后还是想要范冰冰，等会还要得这个丹药得慢慢练了之后呢，才能练到这个效果极好的这个春药啊，这个春药长城给他建一建，卫生设施新建宫殿，再把我的这个爱妃都加一点，我去搞搞爱妃。我先去那个京城的一品楼看看那个有没有人才啊，大厅。东瀛忍者谢伯，武术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啊，拒绝。去一下紫禁城，这个临幸一下吧，我就临幸一下你吧。去一下后宫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们没事的时候可以这个微服私巡，然后去其他各国各地，就比如说去日本现在已经被我降服了，我们可以搞点这个女优苍井空啊什么的啊，搞点女优，搞完了之后呢，再过个十年，等他的这个女儿啊或者什么在这个京城被我碰到了呢，然后呢我再把我的女儿搞一搞，然后再娶为皇后也是可以的，这个他们的这个宫殿给他们调一调吧，后宫各殿，长乐宫搬入我的妃，长乐宫还搬不了妃子。
洛妃子啊，小安斯啊，小安斯，我要选几个我最喜欢的啊，这三个我喜欢。然后还有这个吴菊荣啊，吴菊荣，还有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老婆啊，还有董寒秋啊，董寒秋。好，行了，就你们几个了，你们便是朕的爱妃啊。宠幸一下，陪伴啊，他不能宠幸，他不能宠幸。他刚才出去了东厢房，这个增加一下奴婢吧，给你，因为朕喜欢你，给你搞个侍卫啊，给你搞个侍卫，搞个侍卫给你。这个，赏赐你个这个藏刀啊，给你把刀，给你把刀。林信，臣妾参见皇上，好消息。紫宸殿可以存档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紫宸殿来，这个游戏存档，游戏存档。春药配方是什么？是4432。看一看啊，我看一看这个春药他给他怎么搞，搞一搞春药，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。袁关心，春药的配方还有配方这一说呀，我去，那我就要当一把鬼妇了，那我就。我去炼丹，我去炼丹炉，亲自炼药啊！我看一下啊，是这个432511是吧？432511，不化神水这个跟这个高深色力这个我都没有啊，这个都没有啊，这个得看看，看看药柜，药柜，我这谁在笑？吓我一跳！哇，什么鬼？安胎丸，安胎丸吃于妃子吧，吃于赛马嘎或者韩宁轩，洛吧，吃于洛。安胎药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朕要离开这里。啊，先洗个舞吧，免得这个有人要刺杀朕。啊，没有体力了，没有体力睡一整天。我们今天要去打猎了。关羽的军队，哇，这波斯好难打啊！这波斯，波斯这么厉害吗？这关心好像是有点菜啊。启禀皇上。民间治疗。皇上，重赏。好消息。参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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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素运汤都有了。这个素运汤我是准备给留给男人的啊，留给男人的。龟兹啊，龟兹有密，有密报啊，龟兹有密报，龟兹是吧？龟兹我要给他调一调官员，龟兹的这个知府，道德35啊，这肯定不能留你啊，换他，开个科举考试。这一次我们要出门了，这次我们要出门这个打猎啊，出门打猎，神机所。啊！出门打猎，出门打猎，出门打猎。郊外，狩猎场，增加体力，体能增加。再去这个朕的后宫啊，朕的后宫推荐美人。这位美人不行，朕不喜欢。这位美人也不行。我明明有领人管，为什么没有男宠？为什么不给朕男宠呢？来，这个不能回京，好像我昨天没有这个带兵打仗。立后现在不立不了后吧，后宫这个妃子都没有资质啊，资质都比较低下，资质太低下了，刷才艺才能有明妃是吧？哇，你们不早讲，就是说我的才艺越高
然后才有男人跟女人，还有貂蝉西施，是不是？才艺要到多少啊？算了，我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就说才艺。一统天下我也不感兴趣，我要的就是美人，知道吗？美人。才艺啊，就是情书啊，藏书啊，不是情音楼，提高我的才艺，对吧？才艺到100，好好好好。这样我的爱妃就会越来越多。皇上，好消息！重赏爱妃，居然生下两个，才艺200才可以是吧？那容易，容易，容易。组建兵团，林茂，出兵64万，没有战马。可以呀、啊，兵部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。皮斯，三路兵马，正去正要去提升才艺了啊！先去后宫吧，啊，先去紫禁城包打听。还有什么漠北刀客，史剑河武术，水平还不错啊，接受吧，接受吧。水平不错的话去紫禁城，然后这个我们先刷才艺，刷了才艺之后就有明妃啊，明妃秦英楼，秦英楼养心殿睡一整天。现在只要打仗刷才艺，然后再去找我的妃子，再去找我的妃子。这个在我的找妃子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波斯啊就会被我灭掉，哈哈哈哈。长城已经建设完毕，长城已经有了，牛逼了，牛逼了！东方不败还可以取东方不败，哈哈哈哈，我要搞他啊！我要搞他，这个全部投资一下，资金全部扶持，全国扶持。OK， 工部、兵部调兵遣将，继续攻打。再来点战马。有的就是钱呐、啊，有的就是钱。来出来，没有什么人才，继续这个刷这个，刷这个这个。等会我再去看看丹药，丹药好了之后，我再去搞一下公主，哈哈哈哈，再去搞一下真的公主。这个西殿啊，秦英楼，我的才艺已经95了，100了，才艺到200，可以搞到貂蝉啊，貂蝉。啊，这边已经灭了两个国家了，灭了两个州府了，留在国内。33万2万。哎，这个关心是真的垃圾啊！关心。皇上，好消息！幸存已经成年，公主幸存已经成年。哎呀，这位公主，我要这个亲自的给她，给她教导一下，来、啊、给她教导一下。兵部征召80万士兵，征召80万士兵，军部给他训练训练训练，工部武器制造，哇，这就爽了！再给我招一点这个工匠吧，再招一点工匠好了，工匠可以不要，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我已经国库都已经满了都。关心兵太少了，哎呀，关心比较垃圾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呢。那个，我们去那个，啊，这睡一整天吧，睡一整天吧。体力全满。皇上，好消息！随机命名。我兵部，兵部我没有动，兵部没有动。万岁！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。好了。这边一起打，开个科举考试，军部加强训练，退朝，去训练才艺，去训练才艺，才艺，秦英楼，秦英楼，才艺，才艺。
的才艺已经越来越高了啊！关羽已经，关羽又灭一个州府，65万2万银。哇，这比目鱼好强啊！比目鱼，好强。这个关兴是真的垃圾，这关羽儿子真垃圾。资金协助，资金协助。今天是皇帝的生辰啊，皇帝的生辰。吾皇万岁，万万万岁！呀，我的快乐怎么那么低啊？不行，我的快乐不能那么低，我要去怡红院这个夜遇神女枪不倒。不行，我要去给他搞一搞，绝对不能这样。兵部调兵遣将，我们要快乐呀，快乐！退朝。啊，去我们的京城的这个怡红院啊，怡红院，全部搞一遍，全部搞一遍，有的就是钱，有的就是钱。啊，怡红院搞完了呢，这个撞美女。这位美女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哇，关羽这边好像有点吃力啊。祭祀，我们有祭祀吗？难道？等我再去祭祀一下。抓获敌将，处死。敌将不感兴趣，只对女人感兴趣。啊，我的好多爱妃已经。哇，好多天灾人祸呀，好多天灾人祸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对阵？祭祀大典，祭祀祭祀祭祀，吏部尚书开个这个兵部，兵部兵部，调兵遣将，继续进攻。OK， 这边波斯差不多也快灭掉了。退朝。再来我的西殿，秦楼，秦楼。我现在才艺马上到200了，到200了之后，我就可以这个搞妃子了吧？啊，这可以搞妃子了，是吧？才艺到200，搞妃子，哇，爽啊！哇，捕获一名妃子萧瑟瑟，经验28，年龄23，哇，封文妃，聊天炸地耶律延禧的妃子，收入后宫，收入后宫，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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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启奏皇上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很不错，这个朕喜欢，这个朕比较喜欢，开个科举考试，直接不管了，朝政我都不想打理啊，太烦朕了，吹一整天。启禀皇上，启禀皇上。神机所针线，妃子比赛，赛马嘎，锦绣凤袍，有的是钱啊，朕有的是钱。上朝。皮丝，看看奏折啊。皮丝有异常，皮丝好像我要换一个知府啊，要换一个知府才行，不然要造反啊。皮丝这么皮吗？皮丝这么皮的吗？皮丝，皮丝知府道德也还好啊，53，道德换一个66的吧，换一个66的，自动这个封爵一下这个官员啊，自动封爵一下官员，这个安排建造一下，建造什么呢？建造这个万里长城啊，万里长城啊，点药局，神机所，全部造了，全部造了，有的就是钱。我的春药好了吗？我看看我的春药好了没有？春药好了之后，给公主这个喂点药喝啊，喂点药喝。看看我的这个药柜，牛黄。碧灵丹，哪一个是春药啊？素运汤，华参汤，太监试用，好喝，平常的丹药，
清记录。清香这是抹的吧，平常的丹药。紫苏正要自己亲自炼药，亲自炼药，随便来一点炼制啊，炼制。谢谢我们的这个地佑星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，谢谢地佑星。朕现在才艺也差不多了吧，青楼150了，150的才艺了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500多两，我去，有钱呐、啊、有钱。朕就要即将一统天下，即将一统天下，朕无敌了，加强一下训练。朕马上要去搞搞爱妃，看一下后宫，后宫的这个重阳宫，看看公主啊，有一个公主，哇，有两个公主成年了。下凡公主啊，下凡公主，这是我的，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公主，嫁给了苏东坡。幸存公主，哎呀，这个我不喜欢，这个你们随便吧，许配大臣，随便这个给丞相吧。丞相52岁了，这个我这个公主15岁，年纪也不小了。父皇想给你安排一桩婚事，修啊修，杜如晦，女儿已经有意中人了，何人？是，但说无妨，是大理评事曹兴，大理评事曹兴啊，请父皇成全。不行，我让你嫁，你就得嫁，必须听从父皇的安排啊！退下，小桂子，传礼部去公主那。公主还哭，气死朕了，真是气死朕了。不好了，皇上，幸存公主和那个姓曹的男人私奔了。我去，竟然敢逼迫于朕，通知各地州府通缉，男的随便处置，公主必须给朕运回来。我居然还不嫁给丞相，你还看不起丞相啊？你还造反呢？你是柔头失踪了，我去，不听话呀！哎，这些女儿太不听话了。看看我的，看看朕的皇子，看看朕的皇子。这个皇子的话，这个才15岁，还不能联姻。15岁是真不行啊。看看小妾，小妾不行，召见一下，召见一下伯明。储秀宫推荐的美人。卧槽，这个美啊，这个美我喜欢，这个美。嗯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要给我的公主喝一个素韵汤，或者等我看看还有没有春药啊，还有春药的话再给她搞一搞。启奏皇上，启奏皇上。哎，朕要一统天下了，朕。朕的快乐好像有点低，有点低的话，那今天这个就不上朝了，那就不上朝了，去朕的后宫玩一玩。耶律寒香病，哇，爱妃不能病啊，爱妃给你个位分，贵人啊，贵人。这个萧安寺的话，这个给个位分吧，无法晋级贵妃，贵妃。这个赐予他这个。赐予他赤字啊，赤字，再给他来个奴婢啊，他的奴婢宫女啊，这几个宫女也不错，这几个宫女也不错。嗯，现在放个牌子吧，放个牌子，端木金，搞一下这个落吧，照顾一下。恭迎皇上，恭迎皇上，金龙殿落灵性，参见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进来人手不足，增加点奴婢啊，给你增加点奴婢，一位啊，一位。启禀皇上，重阳节秋收大赛啊，又是重阳节秋收大赛啊，可以可以。贺一婷，嗯，收入后宫。草民已经有意中人了，为难强制收入。啊，已经殉情自尽了，这么看不起朕，我尼玛，诛九族，诛九族。怎么不开心？朕都不要，你想要谁？啊，今天就不上朝了，快乐有点低，去一下怡红院搞个一天。夏姑娘，
哎呀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啊，紫禁城，这个给朕推荐点后宫，后宫美眉啊，灵性一下，这个储秀宫，哎呀，这个都不行嘛，都不行嘛，点药局，臣妾冤枉的呀，这是证据，你很生气，啊。上个朝看一下来，开个科举考试，兵部，继续攻打。我要正要去看看那个。退朝。我操，成功跟马成，啊，成功不错啊，成功不错，还有马成啊，两位这个历史名人，啊，两位历史名人，正要去刷刷。真的真的美人高参军护军参领假高帽之女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储秀宫手工纱有体香，16岁，身份顺天城府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哪是美人呢，庸脂俗粉啊，这几个不行呢、啊、这几个不行啊，刷才艺，我的才艺已经150了，才艺，我150的才艺应该不算低吧，应该小皇子薄清啊，自动安排吧，随便找个太傅吧，启奏皇上，正只对爱妃感兴趣啊，正只对爱妃感兴趣，开个科举考试，兵部尚书调兵遣将进宫，进宫，到时候这个关兴再给这个比目鱼带点兵吧，然后再让关兴这个带兵回朝好了，关兴已经不行了，来退朝退朝退朝，快乐度有点低啊，去一品楼包打听史学家，史学家文学简直答非所问啊，就他吧，怡红院司徒姑娘，美人美人，这个美体力好像不支了啊，睡一整天， OK， 关羽已经灭，已经又灭了一个州府了，处死处死，留在国内，还有9000兵马是吗？9000兵马你还要硬扛？看我关心大将军，留在国内。请皇上节哀。哎，这是我的小皇子吗？小皇子啊，这个要我安排太傅啊，退下吧。再见，皇上。诗文大赛，诗文大赛，我看看谁比较牛逼。贾玉，贾玉获得第一名，保持羽扇，保持羽扇，智慧提高一点。贾玉这个人他不是很智障吗，贾玉啊， OK， 紫神殿存个档，这存档之前呢，这个我要狂刷爱妃，看看有没有爱妃，我来看看贾徐，贾徐吗，贾徐不是吧，哎呀，这没都没有美人呢、啊，都没有貂蝉，怎么晕倒？好吧，那朕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。然后明天呢，我们再一统天下。我看看这个明天，这个我应该能炼制出春药，再给我春药的话，再给我的这个几个公主啊，给他们亲自喂一喂。然后父皇就卧槽，天地长寿丹。天地长寿丹素运汤，这个应该是延年益寿的感觉，身体变轻了，好吧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里，然后明天再玩好吧，然后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点完之后呢，以后这个主播直播呢就可以收到主播直播通知了，非常方便啊。贾旭，贾旭吗，只有才艺到200才能遇到明妃啊，明妃就西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啊什么的，再给我来一来就可以了啊，就给我来一来，刷套杨颖，
好吧，明天继续，明天继续。